감사합니다. 我提出的请求会为时不变。世间上有边个会谂到有个最靓可怕嘅海岛，竟然嚟求一个妓女？如果你同我分一半身家，一半男队，一半船员，我就同你一齐。我唔想做你身边嘅女人，我要同你平起平坐。 做咩啊？船长话要我嫁俾佢，啱啲嘢喺边啊？你唔系打算带埋佢去系嘛？佢我个女，海岛船嘅环境系唔啱细路仔成长噶，唔通嘅原因啦？你谂清楚先啦。 我唔理，我去娘亲。咁你咪留低咯。你成日发梦想走。好，你扯。不过你冇本事嘅话，你就唔使旨意带一人走啊。 欣欣啊，你再浸耐啲咧，就好似我咁老噶啦。你都唔老，口甜舌滑。
我想问可唔可以同啲女仔夜啲瞓？欣欣啊，呢样嘢我哋咪讲过噶啦咩？点解唔得？你大个啲就会明白噶啦。 嚟之前，我可唔可以玩麻雀？好啦，不过入铺嘅咋吓。我知道。欣欣啊，你啲头发越嚟越长啦，你越嚟越似你阿娘啊！ 我谂今日都系我自己去最好，俾其他船员休息下。等你船到岸，我哋需要添加啲日用品。系咁，有咩特别书埋么？阿瑶会知噶。愿你所愿啦。 你老婆喺边啊？妹妹，欣欣喺边度？佢好安全。欣欣喺边度啊？ 咁耐冇见，你咁样同我打招呼？呢度系佢屋企，我当正佢系我亲生女咁凑大噶。凑大佢？凑大佢做妓女咩？你以为我系咩人啊？我会咁样对自己侄女？你点解唔会？ 我细嗰阵时，你都系咁样对我噶。嗰阵时如果唔系我，我哋两个早就饿死啦。你呃人，我呃人，你真系天真。咩话？你。 对唔住，阿红，系我嘅选择，毁咗你嘅童年，我对你唔住，梁灿。 对唔住，对唔住，我离开咗你。不过今次翻嚟，我系代你走噶。女人，你同你娘亲走啦。 不过唔系我噶。
紧要，我有一样嘢俾你。呢世点做都可以，我永远都系你阿娘，阿玉姨，我家姐。如果你需要，我永远都喺度嘅。我将来所有嘅嘢都系你噶。翻嚟你阿姨度咯，我啲人喺度等紧我。你自己一个人啦。系啊。咁我需唔需要带多啲人啊？唔需要，净系带我翻去，净系带我翻去。